check it out。 因为王洪恩呢，他在出专辑的时候呢，一直很强调，因为很多商业的那种注入啊，就希望他改他的造型啊，或者他歌曲啊，他都一定要坚持他原住民原汁原味的这种精神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他有一首歌啊，大家一定要听一下，就是我们做最后的结语。来，吉他麻烦一下，吉他是，对，这首歌呢是黑人老大去看他个人演唱会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呢是他的 uncle 曲， uncle 曲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阿嬷，就祖母，部落的祖母，然后说他在台北工作沮丧的话，或者过不去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对着月亮唱这首歌，然后家乡的阿嬷或祖先啊，或亲朋好友都能听到，然后给你支持鼓励。这首歌叫做《月光》，大家听一下哦，认真听一下。阿那杜巴杜，努嘎米达玛杜，西那达。Asagara rumalis pala Oba edang abwa Anatu badu Nuka miramaru Kanada Asagara rumalis pala Oba edang abunu是深山百合花，默默绽放不说话。摇摆山峰最煎熬的抚慰，仰望满天的星光。深山的百合花，沉睡在我梦境远。还有今晚的月光，马龙无声的夜晚，微风轻轻吹拂你脸庞，黑黑蓝蓝静静的躺在谜一样的大地上，最后呢，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，这个是爱杜莎的限量的夏季香雾，夏季香雾。那今天呢，王洪恩老师，要挑选一位班上的同学要送给他，要挑选一个，对，你要送表现最好的，对，表现最好。如果你送给纪凌的话，那就翻脸。可是我想跟他共合唱，哎呦，有没有？摆明是要唱要送，对不对？那是他还是很辛苦，刚刚练唱啊什么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送给台下有意见的，那小勋呢？同组，一样是原住民的。原住民不需要美白的吧？应该，也美不白啦，也美不白。好了，那纪凌，来，恭喜他。来，哎，牵一下人家，你在那边这样，哎呦，快点。Move 好， okay. 恭喜纪凌，谢谢，唱得很好。最后还要补强吗？要不要？ Okay. 要不要磨鼻子一下？什么磨鼻子？揪一下，拿着鼻子这样磨一下，揪一下，平地人的热情，哇！福利，福利 ，OK， 来。助教，同学们，我们下课啊！起立。